最近现场马上带您看到国内疫情趋缓，游艺场、KTV 等等的场所终于在今天迎来复业。那么为了治安，桃园警方也特别加强稽查。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大批警力进入娱乐场所临检，就是为了防止有酒醉、闹事、斗殴等等的情况发生。警方也一再提醒，虽然本土疫情趋缓，但是业者还有民众仍然要维持戴口罩、实名制、维持社交距离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。